单身加上他心脑血管的病症，他都能解决。丹参呢，活血化瘀的功效，心脏不好的朋友都知道了。那什么情况下用上丹参最合适？在我其他的视频里已经说过，今天呢，就给大家来揭秘一下丹参搭配上哪味药，对心脑血管都具有好处。它能快速的清理血管，排出心脏的淤毒。大家可以点赞收藏起来，防止啊以后你想看的时候找不到了。丹参的黄金搭档是谁呢？就是天麻。丹参和天麻的合用，它具有着祛风通络、行气活血止痛的作用。它可以清理心脑血管中多余的血瘀毒素，对于改善体质有很大的好处。天麻和丹参的搭配呢，可以有效的改善偏头疼啊、脑供血不足啊出现的眩晕、心慌、胸闷、气短、心前区的疼痛等等症状。不过呢，我要提醒各位啊，这两味药只能起到辅助作用，治疗心脑血管的疾病啊，最好还要配伍上合适的中药处方，这样才能全面的调整，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服用，效果才更好。如果你也有类似的问题，可以把具体的情况发给我，有空的时候我会给大家辩证分析。